เออเฮียมาฮัลโหล大家好เอ้后面呢一个窗帘呢大家系唔使理佢嘅后面呢度整到暗暗惨惨咁咁呢今日呢先讲下我依家录片系四点半到他妈过去你好吗他妈过去他妈过去是不见了的。那我现在录片呢是四点半到啦。我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有慢了。好啦那呢今天呢就为什么这么早呢录片呢就是因为呢学校呢就有不知道哪鬼一班呢就这么累呢就有三個人同時感染呢個上呼吸道嘅傳染病定唔知點啦。咁呢就係呢一個，所以根據呢個係咪世界衛生組織嘅呢一個最新條例呢就係要停課一個禮拜七日嘅。咁到星期二定好似係星期二定唔知星期三啦就復課嘅，咁今日係星期幾多啊？星期幾多啊？今日星期幾啊？今日星期幾啊？我今日星期三，係學校咧，今日都有人問我話係咯，問我今日星期幾嘅大個嘅，係仲有咁多答啦。咁咧，好咁，我再補充多一句啦，就係嚟緊呢七日咧都會有雙片，係啦。咁講完點解我咁早出片嘅原因啦，咁我就講下我拍呢段片嚟想做啲乜嘢。咁話説我依家唔想拎落嚟啊，我唔想佢散曬啦。尋日咧就整咗呢一個護理啦。咁如果未睇上一段片嘅話，喺我 channel 度睇翻啦，或者可能我會喺右上角度放個資訊卡。好，咁我哋翻到嚟啦，翻到嚟好口渴啦，咁咧講翻啦，今日係拍呢段片係做咩嘅？今日拍呢段片咧，2000 years later，繼續翻到嚟，咁今日咧，我係想測試下呢一個尋日嗰粒發光波咧，佢話識咗。好，咁啊，我想话呢粒发光波咧，佢话冚落好大力咁冚落啲硬物度就会发光啦。佢唔系佢话啦，系我话嘅啫。咁咧，佢就应该系防跌嘅。咁我想睇下佢几高咧，先会跌得烂啦。咁我哋最后系会试下两米高系一个波士啦。咁两米高就系由我呢个上架床嗰度直接。系咯，都冇乜嘢噶。好，咁我哋首先试下我嘅高度先啦，因为太矮就真系得电啦。咁我就大约有几高咧吓？我究竟有几高咧？睇下手册先啊！我而家睇下我嘅个人资料有几高先啊！我是有 1.29 米的，重拍一次，重拍一次，因為我剛剛過，是咯，好，來啦，3、2、1，blah blah，光都沒發光，沒發到光啊，它不是壞了啦，已經，光都沒發。不過咧，事實證明咧，佢係冇爆到嘅。跟住我哋就試下再高啲啦，咁高啦，高我個頭超多啦嚇。我俾大家睇下幾高啦，咁高啊，
three, two, one, up, babes. 我发光了，太高了，因为等下发光。好，系完整无缺冇烂到嘅。跟住我哋试下企上张床嗰度，然后举高直晒只手啦吓。我依家都唔知点影好嘅。我 set 翻好部机啊。set 好部机，然后我就嚟啦 ，three, two, one, boom！ 灯都唔着，因为唔够高。着灯啊！琴咁高就啱啱好，哇！著燈啦，哎呀，琴彈咁高啦嚇，唔係琴咁高啦，冇踩上個琴嘅，哇！跑地下，喂，好 OK， 先坐咗，好嚟啦 ，three， 我舉高直曬隻手 ，three two one。已經超過兩米啦，舉直曬 ，three two one 你啦 ，boom！ 燈都唔著嘅，燈都唔著，大佬，黐線，燈都唔著，係點樣啊？希望唔好砸爛部機啦嚇。好，我依家行上去，擺粒波喺度，好，啦，啊！好嚟，再上嚟。又踩親部機，特登嘅大佬，玩嘢。後面，大佬，上去啦。你，嚟啊！嚟啦，見唔見到？大佬，哇！只灯啊，大家啱啱见到噶啦，条小灯，好，跟住俾大家睇下高空视角。系啊系啊，又知你咧，又知你好 L 劲，咁都劲。好嚟啦 ，three, two, one, go！帶俾隻睇到物啦，有個人啊，好老噶，隻物隻都帶俾有人，驚啊依家，呢個好常驚，拜拜，我胃高都開咗。哇！啱啱一嘢高空跌落嚟，好似部機跌爛咗邊忽咁嘅，咁我冇試過啊，係咯，好事嚟嘅，好事嚟嘅，係啊，真係跌爛咗呢度，粒玻璃，呢粒玻璃真係唔知邊度，真係呢度啊跌爛咗，咁嚟鏡睇下邊。喺呢度，大家見唔見到？對焦，
呢個有特別痕嘅一樣嘢，你讀啦，就爛咗嘅。